他就一直想走篮球这条路，他从小就喜欢篮球，高中时候的目标可能就是考上北体，然后他考上北体之后的目标就是进校队。咱不说的吧，这次跟台湾打比赛的时候，咱不较真儿，你们能赢球？当时是2月份到3月份选进的校队当陪练，然后在练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我是没有比赛可打的，就我只能跟他们练一些基础啊、战术这种东西，但是我是没有法打实战的，就是没有对抗，然后包括比赛我都没法打，我只能是做一个看客。从190斤到158斤，经历了很多汗水吧，然后经历了选择，要选择放弃很多东西，放弃了别人玩的时间、别人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吃夜宵的时间，然后放弃了爱情。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俩就是可能年龄太小，心智不成熟，然后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对篮球这个太执着的追求了，然后可能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了，或者说他目标就是太明确了，他近期的未来的那个规划里我感觉少了我的存在那样。对，因为可能在爱情和梦想之中，我很果断选择了梦想吧。对于爱情这块，我可能会后悔，因为有一年确实是处于很后悔这个状态。这种情绪，我在冬训或者夏训的时候，全楼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回家了。我这些情绪啊，喜怒哀乐，只能是自己去消化，然后身边也没有人陪着我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孤独的，在训练的过程中。挺好的，挺享受孤独的，自己在这种沉溺中然后去琢磨去想，然后能想通很多事情，像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，单一的训练陪伴着我，在孤独中是一个量的积累，然后到训完练到现在的我就是一个质的变化。反正一步一步吧，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见证了他在打球这条路上的成长。以前可能打比赛什么他会怯场啊，现在呢就他感觉是在享受这个球场，享受打篮球这个过程。他以前是个灵活的死胖子，然后现在变成了那个别人说他是砍分机器。我觉得什么时候我可以完成我自己的梦想，或者说什么时候我让全国人知道我说北京体育大学有一个99号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所有的球员注意一下，原地休息10分钟。有没有想特别对战的人？F 刚啊，我想跟我的室友F 刚。这些人都想对 F 刚，唯一让我们可以封杀的篮球。我们这次来主要都是想挑战他。对。大家好，我叫严威章，别名 F 刚，我来自湖北武汉。从小学的时候，别人就这么外号叫我严威章，严威章，哎，严辉刚，严辉刚。但你那么喜欢艾弗森的话，你天天说艾弗森，那你就叫艾弗刚吧，这样非常的纯粹斯卡。这个舞台就是我们选手的 battle 舞台。Yo Yo， 一般人不会穿上蜘蛛侠出来，他把自己的蜘蛛侠秀在家了。看国外的教授看多了，有点奇怪，可能有些人就叫与众不同吧。对，他穿那个蜘蛛侠的，还戴那个面罩去打篮球，我就说他。我说你能不能正常点，我说你打篮球打篮球，你带这玩意干啥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知道吧。也不知道是小孩怎么想的，反正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有点怪。不只是蜘蛛侠，也许下次看到我就钢铁侠。我觉得人就要与众不同啊，有很多球员可能我打不赢是打不赢的，但我觉得你不会有这种特点。钢铁侠也好，是蝙蝠侠也好，没有敢做的人就我来做吧。你觉得我傻也好，不傻也好，是个聪明人也好，我觉得我就是街头侠，我可以穿蜘蛛侠戴面具，你不行吧？你不行我就可以。前方2公里向右前方行驶。徐总，左转左转。
你多长时间回来一次？半个月。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的话，就是我自己家，我很长时间来了，因为很有大约有半年都没回来过了。就上面那个是这个。老妈，老妈，进来。这是我母亲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算是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，父母那时候在外面就是工作啊，在外面就是说很忙。你让他傻笑啥？就你顶是三四郎了啊！人家都好大了，他打球的时候，他打球的时候我才刚出生，不行。我心里对他其实挺内疚的，等于说十二岁就送到武汉去了。他想运动啊，他喜欢运动啊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就想搞运动，你给我找，我要找读体校。”那到读体校的小孩都很小的。我从打篮球开始，应该也是在2014年到2015年那会儿，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街球网看到无忧的一些视频，从那时候开始也是喜欢上篮球。当时那时候去问篮球教练，他也不太看好我吧，因为我这个很瘦的人，本来就没什么爆发力。但是我最后还是放过去了。你不带我嘛？你不带我，你就把我当做一个不存在的或者一个球员怎么样？不太喜欢我也好，我就自己去练嘛。什么东西？我永远相信那句话：自学成才。我觉得街头哪里都是我的球场，我的家。只要在街上我都可以做。有人和我上，肯定好说啊，给你加补。我眼睛看到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，只要一空下来就是篮球。反正每天出去跑步，跑完了就开始练，下雨前都跑出去，早上打，中午打，晚上打，大太阳也在外面打。各位